Hello guys, welcome to my channel. Saya Nining, asli Beijing, Tiongkok. Hari ini saya ke Shougang Park lagi ya. Shougang Park sudah beberapa kali muncul di vlog saya. Tapi hari ini di Beijing agak dingin, rasanya agak dingin karena ada angin yang kencang. Jadi hari ini saya nggak mau aktivitas di luar. Saya janji dengan adik sepupu saya makan bersama-sama di satu restoran masakan Cantonese. Wah, bagus sekali ya. Sekarang saya masuk ya. Adik saya sudah datang. H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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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h pesan. Adik saya udah pesan menu. Saya nunggu makan aja. Saya memperkenalkan adik saya, adik sepupu. Maksudnya kami marganya sama. Karena papanya sama papa saya adalah saudara. Oke, kami jelaskan. Kami ada hubungan. Lalu namanya siapa? Cha-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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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Kita sudah ketemu kapan? Pada tahun lalu. Tahun lalu itu tahun apa? 疫情这两年春节都不敢见面，春节都没有，对，不怎么见面，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但是就觉得还是为了安全吧，对吧？对。然后也好几年没见了，我胖了吗？没有，就是这叫什么呀？暂停见了，二十几岁的你简直没有区别。mungkin ada teman yang mau nanya kepada ada pertanyaan kepada adik saya. Mau nanya apa ya? Saya kira ya mungkin pertanyaan yang pertama adalah apakah dia bisa bahasa Indonesia? Karena saya bisa. Jadi ada teman saya yang nanya apakah ayah dan ibu saya bisa? Itu jawabannya enggak. Karena family saya asli Beijing. Mereka semuanya asli Beijing. Jadi apakah adik saya bisa? Coba saya nanya. Nah, saya pun di ke ya. Why? 但是姐姐会印尼语，难道姐姐没有教过妹妹吗？ 没有教过吗？ 教过？没教过？ 诚实一点。并没有。并没有。 从来没有。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可能妹妹学不会。 那妹妹会那个 会吗？ 哎，那你还不错，好多中国人都不会。 学过西班牙语，一点点，然后就成面面。啊，所以你一开始也不会，然后后来学的。OK。这个汁儿是什么汁儿啊？这是一个油吗？油。 广东有这样的菜吗？这是我第一次吃，我感觉这像东南亚的菜。可以。那咱俩就边吃边聊啊。哎，你这录着呢。就是，那你对印尼有什么了解吗？就虽然巴厘岛，这是所有，应该是所有中国人提到印尼的第一个印象吧。 你去过巴厘岛吗？去过，我手机里还有一个巴厘岛小哥的微信呢，是我的以前就是去玩的时候司机小哥，特别好。就是我买的东西，就最后一天服务啊，我买的东西落他车上了，他都已经开走一二百公里，他又开回来把东西送给我，就给我还回来了。那他怎么有你的电话的呢？ 你是 Uber 的，有微信，我是在国内就安排好， 然后有微信。
他也会说中文比较多多。那你在国内是怎么有他微信的？通过旅行社还是通过朋友介绍？那不是朋友介绍，也不是旅行社，我怎么找的来着？忘了，应该是微博或者小红书在上面找他的。他应该自己就旅游，专门做中国人旅游的吧？哦，包车。然后呢，因为是定制化的服务，我那时候就想去一些特小众的、偏僻的那种。哪一年呀、啊？2018年。哦，那没多久，就是疫情之前一年嘛。对，就是我挑的那些地儿都特别小众，然后他就带我去。后来我发现他朋友圈发了去了哪些地儿？嗯，就乌布有一个啊，乌布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乌布，特别什么？特别没什么人的一个地儿。然后后来他就带我去了，他自己也觉得那地儿不错。他在发的朋友圈，他就老带客人去那儿啊。那个地儿是干嘛的？是卖艺术品的，是一个吃饭的地儿，但它是在一山谷里建的，等于说那网红秋千、网红鸟巢、网红一切，包括游泳池什么什么，它全有。但是你知道那时候巴厘岛不是就那秋千排大队吗？但这个就跟那个秋千效果是一样的，但是没排队，就没人，国内的人还不知道。对，回头给我看照片啊。嗯，然后呢？嗯。那你觉得印尼怎么样？好玩吗？巴厘岛好玩吗？好玩。那好玩是这种表情吗？是，就是因为不能老去，所以特别难。遗憾，特别遗憾。如果可以老去，我就觉得我就不是这个表情了。哎，别说你了，我学印尼语的，我都没什么太多机会去。哎呀，我都很少很少有机会能去的。但是如果特别喜欢巴厘岛的，就会去很多次。我有一个朋友，去了六七次吧。每次都去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没去过你说的那个多多介绍的那个小，不是，是我介绍给多多的。你介绍给那你怎么知道的？我在小红书里深挖的，就这个能力特别强。哎，你好，谢谢。多多都惊呆了。谢谢。 OK， 好，又上了一个菜，看看，吃吧吃吧，来吃。好吃，好好吃啊！就是连当地人都不知道的地方，他能找到。哎，你还是很适合，怪不得你是学旅游的，你还是很适合挖掘。我就特别不擅长去挖掘。你看，啊，一切都有，还没什么人，真好，就随便变着。这是那秋千啊，我也想玩。我也想玩，特别棒这个地儿。哎呀，说的我好想去啊！叫这个，叫这个。啊，不知道放戏呀？广告，广告，哎呀，做个广告。还去了这个叫什么？萨玛亚。水明漾，对。啊、哦，水明漾。水明漾。发这了啊。好，谢谢。选的都是这个特别好看的这些地儿。哎，你这照片拍的不错哎。那会儿瘦啊，这也是山上的一个小酒店，我特喜欢。哎呦，我都好想去。特喜欢。哎呦，勾起了我。给你阿姨啊，给你阿爸呀，不的。苏苏格勒。看到我那个巴厘岛的照片，我都郁闷了。就因为很想再去。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是体重能差十几斤。我也胖了好多。差120了。但是没关系，我觉得胖也好看，瘦也好看。我们要爱自己。三八妇女节刚过，我们要爱自己呀！不要那个嫌弃自己胖，嫌弃自己老。主要是应该说你看说食欲倍儿好，一边使劲吃，点了这么多菜啊，看看啊，点了这么多，一边嫌自己胖，没办法，热爱生活的人都是这样的，是吧？
嗯。哎，你介绍介绍你自己吧。国际互联网公司策划一枚，养了两只狗，平时呢就喜欢骑车、爬山、露营，好像没了。啊，好 ，vlog。啊，就所以现在其实拍 vlog 是一个趋势，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拍。嗯，然后爬山，我不喜欢。我就拿它当天然健身房了。我爬不动，但是呢，北京周边有很多山可以爬，其实，对吧？然后，露营是一个这几年比较新兴的东西。嗯，疫情催生的。那你露营多少年了？2020、2021、2022，四年了。四年。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在印尼吧，我就一年四季都可以去露营。但是北京的话，什么季节是最合适的？是不是有些季节是完全不可以？夏天我不行。有蚊子，嗯，除了夏天我觉得都可以。那你觉得什么季节最好？嗯，当然秋天最好的。秋天那个树叶掉一地，跟一层厚厚的毯子一样，在上面就特幸福。烤个火，煮个奶茶，煮个咖啡。北京秋天很短，对，就一个月。对，但深秋也行吧，只不过深秋就得烧火了。嗯，都是什么年纪为主？前些年其实就是90后比较多，现在我觉得发展的00后很多了，就是年轻人为主，年纪大的，年纪大的比我还要大的就没有，没有，然后80后也很少，90后、00后比较多，好吧，好吧，那本80后就不参与了。然后现在其实90后甚至00后还有一大爱好，嗯，你肯定想象不到，就是寺庙游现在特别火。什么叫寺庙游？你说说。就是以寺庙为核心的景点的打卡游，就比如说我去杭州，我的主要目的是灵隐寺，啊，去北京主要目的是雍和宫。比如说杭州最有名的是西湖，但西湖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地，他们想去的是灵隐寺。对，来北京最有名的是故宫、长城、颐和园，但是他们想去的是雍和宫。对，雍和宫最近特别火，嗯，就排长队，然后后来现在就开始限制一些人数什么。对，都是被你们带的。我去爬山之所以喜欢，就是因为爬山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寺庙啊，而且现在寺庙游的文创这方面，就吸引年轻人的这些文创 IP 做的特别好啊，比如说灵隐寺的钥匙链、冰箱贴、文具、笔记本，买不着吗？还抢，而且那个雪糕是吧？做的那 ice cream， 对对对，做的跟那个寺庙长得一模一样的一个 ice cream，、嗯、然后就拿着打卡拍照啊，这种对吧、嗯？现在年轻人都干这些事儿，对，甚至有盲盒，有意思，哎、这挺有意思的。然后呢，骑车现在也是年轻人的，现在也不光是年轻人吧，年纪大的也有骑车，骑行骑特别特别特别远。对，印尼其实也有很多这种有爱好的，但是那我不太理解，花那么多钱买一辆自行车，小20000，然后关键是还买不到，对，排队排了3个月。然后那你买回来以后，你经常骑吗？经常骑，我每天都骑。每天都骑，那你就骑它上班啊？对，就是从家骑车到地铁，然后把车嘣折成了跟行李箱似的推着，然后叠得很小，然后带着上地铁。对，然后出了地铁之后打开，再骑一小段，就到公司。好，省钱，省停车费，省打车钱。那你骑它去，比如说就专门为了骑行去一个很远的地方？Go West 那种很少，对，就是开车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哦、然后骑着它在那一片玩啊、哦、是这样啊、哦、骑过去我那车不行。得换大头，不是车型，人也不行，人废了。寺庙游这个挺有意思，因为最近在北京我看到很多那个
小红书上介绍了很多在北京以前根本就没有名气但是也是很古老的寺庙，就我没有听说过，比如说西皇寺，但最近特别火。我觉得是跟一些餐饮文化类的那种品牌联名了，比如智化寺吧，是智化寺还是什么寺，反正就是跟一个法国的一餐厅做的法餐呀、茶馆呀，就吸引好多年轻人去打卡，在东城去。所以去一个寺庙去吃法餐，这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跨界 combination 对吧，就是融合。所以北京其实还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我觉得还是很包容的城市。哎，那如果说让你推荐印尼朋友如果想来中国玩的话，你推荐哪个城市给他？你想让他去哪个城？你会推荐北京吗？北京必须来呀。谢谢，果然是挺能吃。豆瓣酱您最适量添加。咱俩点的太多了吧，咱俩好嘞好嘞，谢谢。对啊，北京肯定要来，北京一定要来。但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秋天，对，九月、十月，对，不下雨，而且很漂亮，很美。然后，第二名，我认为啊，我比较喜欢就是重庆、四川那边。第一是好吃，第二是有大熊猫。四川有，雅安有大熊猫，对，有很多很多很多大熊猫。其实大熊猫也有租借给印尼，一对儿，但是只在雅加达，但是你只能看到两只哦。如果你要是来雅安的话，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只。我去过，你去过吗？我，你没去过，你给人家推荐。我天天刷雅安的视频，大熊猫基地的视频，每天看没看？就可能比我这种去过的了解的更多，因为每天都在看直播。对，太喜欢大熊猫了，然后我们穿的衣服都是这种。对，今天看姐妹装，熊猫色，熊猫城管。对，我也挺喜欢四川和重庆的，我特别喜欢那两个，就是我挺喜欢那边，中国西南风景好，美食，然后人也很热情，对吧？而且漂亮。好吧，那咱俩现在呢？就先好好吃饭吧因为如果录的太多啊，我要做很多字幕，然后我就非常累，所以下次再聊，拜拜。安娜